中国城市 GDP 百强榜来了，合肥榜上有名。随着上半年各地经济数据的陆续公布，城市 GDP 百强榜也尘埃落定，进入榜单的城市个个实力不俗，合肥名列前茅，着实不易。注：统计截至8月12日，部分城市数值未公布，空白处城市数据以2019年上半年数值计算。如今按下快进键，跑出加速度，大踏步向前发展的合肥，让世界刮目相看。今日天气晴，北风二级，24至33摄氏度。新闻：早知道安徽创新馆举行第二次成果发布会。8月13日，安徽创新馆举行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专题成果发布会，六大项目精彩亮相。